自己完成了两次 double play。 哇，现在这垒包上面的跑者走了，球传过来 safe。唐兆廷发动盗垒成功，好，在这边呢是盗上了二垒垒包。今天球季唐兆廷啊第四次的尝试盗垒，第二次成功。传球也不到位啊，打轰的传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问题。